Google Play 的一个下载人数哈、哦，它大概就是100啦，100、500、1000、5000这样，它这样上去啦，所以1000大概就介于1000至5000来3000之间啦。哦，所以我们宽松一点来看，大概就1000个下载人次啦。哦，踢一下，刚刚我们有讨论过踢一下的主要的功能。目前县政府也在大推，花了500万做了一个东西，只有1000个人下载。哦，平均一个人，差不多5000块。示范，对，所以现在应该讲，就我们示范。其实这样的 APP， 我直接上那个。